竹北水岸市集 Riverbank One， 我相信它会是改变竹北市民的一个生活的节点，所以真的不只是地方，还要有中央。那我要特别谢谢林启贤主席、叶信辉副主席率领我们各个代表对于竹北水岸市集 Riverbank One 的支持。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先取的，是站名的哈。那未来，我相信它会是改变竹北市民的一个生活的节点。大家骑着 U-bike 来到这里之后，可以待上一天遛小孩。我们也规划了跨，因为这一条路哦，阻隔了我们跟头前溪的亲近。未来我们有设计空桥，所以我们的河岸园区它是由点到一条兴隆的这个慢大绿道的一个部件，它是点和线而面的，好、哦。它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新的生活圈，这个水岸市集也将成为大新竹的 landmark 新的地标。曹方刚上任不久就推出一个这么好的建设，代表他很有远见。那的确哦，这个传统市集哦正在朝向多元复合的方向发展，能够让它成为都市生活里面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尤其这里是竹县市的交界，它又可以连接到水岸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那当然这个经费是比较多一点，这个经济部提出来的方案我一定会支持的，请经济部跟竹北市政公所好好的讨论一下，看用什么方案来支持。当然这个竹北市是我们台湾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年轻化的指标高，而且对这个建设的需求、对生活品质的期待都是高的，这也是我们竹北市将来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挑战。那当然我们会尽量从各方面来支持竹北。